经理，哎呦，你可得帮帮我呀！又怎么了嘛？我不是弄了一个养猪场吗？里面的猪肉卖不掉啊！如果现在有人10块钱一斤，我都把它给出了。10块钱一斤呐？啊，如果你要的多，9块都行。你那个猪卖不出去啊？那是你的营销手段没到位。啊？我跟你出个主意啊！哦，要是把你猪啊放到3000米的高山上养一天，这叫什么猪啊？高山猪？啊，那就得20一斤了。哦，再给它喂点枸杞，这叫什么猪啊？高山药膳猪。对啊，那就得40一斤了。哎呀，经理有道理。再请两个人在杜鹃床边拉个小提琴，在水里泡点普洱，不求最好，只求最贵，这叫什么猪啊？高山药膳养生猪。对呀、啊，那就要80一斤了。哦，明白明白。哎呦，经理高啊！哎，经理。那如果我这猪场的猪哎，只供你的食堂，你的食堂也只能用我这边的猪，那这叫什么？这叫高山药膳养生特供猪，那个就厉害喽。哦，那这少了200块钱一斤，我可不卖哦。哎呦我的妈！宝箱，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合作愉快。哎呀，合作愉快。我们先合作。哎，好好好。这猪扒皮还是有两把刷子的。